少女的召唤城堡，我们要玩一个新手游，非常不赖哦！全新的手机游戏，全新的挂机手游，哦，真的是做得非常的棒哦。那我们这边就有一句挑战首领下去啦，那我就直接一个新手攻略教学哈，这边可以一键领取哈。那我们这边就有主线下去，那你这边你可以领一些挂机奖。然后这边主角界面可以装备穿戴提升战斗力啊，继续下去，继续弄下去这样。然后这边有阴魂，而且它之后也跳过登仓库，整体做得非常的好哦。那这就要关卡攻略教学哈，这边有神来取的角色，那阴魂呢可以让我们角色上阵教学，这边可以让你换位置嘛，安上前途剑呢，你可以先领取。啊，所以有观众们呢、啊，我们就一开始就给你们看一下里面的一个全角色，现在每只都可以做一个预览。然后像是 SSR，哦，尼瓦斯皇帝哦，真的是做的非常好的手游啊。哦，你看路易斯是凯撒等等之类的一个角色，技能升级教学，战斗力提升，攻略教学。好，你就去主线攻略教学。好，这边就要战斗关卡攻略的部分，大家参考一下。它是一个全新的挂机手游哈，它最重点的是呢，它也可以怎么样？就是一件装备一件强化嘛哈，啊，强化一下装备，然后这边有一些变强攻略哈，然后这边就是我刚才一直跟你们讲的全图鉴啊，那你就可以一直拉上去，真是做得非常的好玩。它这边就是它的角色全图鉴，你看它有吕布啊，很多种类的一个角色。马可波罗，好，就这样一直弄下去。这边可以领一些宝箱哦。OK，然后就一直挂下去。然后就这么好玩的一个手游啊。OK，那这边可以看一些我们的内容。我已经当了耶。哦，差不多这样子了哈。如果你们发现这个状况，就重开。等一下啊。回去了，吓到！有人叫哦，他应该那个主界面有人家洗哦，我不知道怎么说这个手游了，真的是做得很美啊。像有一些其他活动跟一些通行证，你可以加一些好友，有没有？或者是任务，或者是一些设定都可以调一些东西，你帮忙。还有一些聊天室，这边一开始你可以把你主角给靠上，弄上去，然后还是可以领一些挂机奖，整体非常的棒。OK，那今天这个新手就给你们解释到这边喽。基本上里面就是很经典的角色哈，这边你这些角色就可以做一个升级啊。然后其实他之后啊，也可以做一个。抽取吧，对，它有排行榜，所以应该就可以抽了啦。但因为它有手出嘛，等一下，这是抽奖的地方吗？啊，这边是抽奖的地方，哇，太喜欢这个游戏了！你看，这做太好了。这边就叫你，你看，这是我们的橙色角色，做得非常的好。那我们就可以一直把它主线下去。那基本上你可以先主练一只啊、哦。你看啊，那角色真的是超级美丽的，感觉它也可以出时装了，觉得。OK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手机游戏啊，非常的简单。前期的攻略就一直这样弄下去。好，这边它的变强攻略教学，你们可以参考一下。这边就是它变强攻略教学。英文成长啊，获取资源的攻略都在这里了哦，或者是推荐的一个阵容。OK，非常的棒哦。啊，这边可以领一些挂机奖。我最喜欢这种游戏了，而且它有最经典的聊天室啊，你看，大家都可以来聊。这边，
那你当然也可以直接看人家的一些东西啊，或者是一些，你看他有换手。